可以咁理解嘅，只係適適合於當時社會嘅文化背景啊。咁呢個講做講法咧，其實都係要留意係。是有全職學訓練的那些基督教學者講嘛，不是即係一些非基督徒或者反基督徒講喎，因為有非基督徒反基督徒講，你實會覺得簡直反對基督教啦，係咪？但其實斯萊馬克嗰啲係好虔誠嘅基督徒嚟嘅，啊，即係好多係咁啊。佢係講一啲道理嘅時候，佢就唔限於自己嘅立場啊，佢一覺得有道理，佢就講嘅啊。譬如咧，即係喺聖經嘅傳釋裏邊咧，就算係適合啊係啱都好。佢啱咧，可能係啱嗰個具體社會具體環境，就唔係抽離嗰個具體社會具體環境咧。喺任何具體社會具體環境都啱嘅，都係咁嘅嚇。咁呢度咧就有啲學者咧就用翻頭先嗰啲嘅經文咧，佢作咁嘅解釋啊。譬如話你未記啊，即係如果你執定佢嗰個講法就係啊唯一啱嘅標準嘅時候，咁你要自我推翻。點解自我推翻？因為你發覺你未記當時所針對嘅社會背景咧。你是即係有選擇性去認定同性戀是不道德，你不是所有嘢都係咁，因為《利未記》裏邊有啲判斷咧，今日都不講噶啦。譬如啊，對亂倫咧，佢係冇譴責，甚至是有啊讚揚嘅正面嘅讚揚。呢個其實基督教比較聖經裏邊比較明顯，因為即係當時古代個環境係咁啊。亂倫唔係一個大忌嚟嘅，可能同生育即係需要有關係啊，因為嗰陣時啊人口少啊，生育咧就係好重要嘅一種。即係人類嘅活動啊，因為要多啲人啊，做多啲嘢啊，咁先至啊文化社會有進步咁樣啊，所以亂倫唔譴責嘅，呢個好明顯嘅。好啦，如果你話啊聖經字面講嘅啱就好咧，點解你未記佢讚揚亂倫，你今日唔講亂倫係啱咧？佢反對承認你就話反對同性係啱，但係唔講埋點解讚揚啊亂倫係啱咧啊？咁呢個咧就選擇性嘅。咁另外我咁講埋先，講埋先嚇。譬如另外咧，即係喺啊保羅書信嗰度啦。嗰個書信咧，佢講到即係話同性戀咧，頭先講係唔啱啦嚇。啊，你未記錯一樣嘢係致死嗰度啊。我諗今日都唔會話致死一個同性戀者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字面聖經嘅意思啊，鐵金剛攞一吊根掣嘅時候，點解你作為一個基督徒，你咁講聖經嘅原意，你唔致死一個同性戀者咧？點解咧？啊，即係呢個你要問下自己嘅。即係你嗰個解釋係唯一絕對，即話。你都係有選擇性咧，可能你自己諗咧，諗下。你而家咁嘅選擇，即係咁樣講話同性戀唔道德咧，可能你已經係有選擇性。你唔係照足聖經嘅講法，咁嘅時候咧，即係如果你話啊，唯一嘅講法先啱嘅時候，可能你自己自我推翻，係嘛？即係點解你唔要致死一啲同性戀者咧？因為用聖經講都唔要致死佢喎。我而家講回應你幾個句啦，即係你未見到咧，係針對係猶太係以色列族，即係上帝。頒布嘅戒律俾嗰班以色列族嘅人咧，佢哋要佢有聖潔係咪喺佢哋嗰度啊嘛？但去到耶穌時代都係耶穌點解唔講話反對重聖嘅？啲耶穌生活嘅地點都係以色列一帶啊，以色列一帶根本就冇重聖嘅當時，所以佢就喺唔知係又係冇重聖嗰個時代啊，嗰個地方。你唔同意個事實上嗰度係冇，所以呢個你所謂嘅事實先係你當時嘅歷史係冇啊，事實唔係我真啊，我睇翻啲學者咁講啊。咁其實有個 explanation 咧，就係嗰個情形就係同個人類學有啲關係嘅，就係話你會發覺無論喺聖經嘅故事裏邊，所多瑪城俾上帝毀滅啊，或者咩城啦，你會發覺咧喺個遊牧民族上面咧，佢係接受亂倫咧，但佢唔接受屠戮。因為即係聖經阿巴拉罕人民族，咁你會望下啊中國嘅蒙古人其實元朝嗰陣時都係從父以母咁樣結婚嘅。OK， 咁你就翻去城市啦，我哋會發覺咧，城市嗰啲人咧就接受同性戀咧，但就唔接受亂倫嘅噃。係啦係啦，即係呢樣嘢由咁多千年嚟一路數落嚟咧，我哋都有個即係約略嘅嘢。係啦，約略呢度見到呢嚿嘢。咁所以另外就係我即係我好贊成你講嘅。聖經嗰一部分咧就點解？因為如果嗰個傳釋學，如果佢唔啱嘅話咧，佢係好難去解釋亞當夏娃同埋佢啲仔嗰亂倫嗰個，好難解釋二人羅德，即係話喺呢個所多瑪城死剩嗰個二人同佢兩個女亂倫生嗰啲仔女成為兩支族人，羅亞方舟嗰家人嘅亂倫。只係剩翻呢個全世界嘅人就係咁多啦，咁樣。即係如果你唔用你頭先所講嘅全職學嘅話咧，
作為一個基督徒，即其實我不是啊，他根本就面對不到本聖經的，即如果不用你那個全職學的方法。這個剛才你說城市和鄉村的對比就很明顯，我講一下你先，多些不同的人去講不同的意見，遊牧民族和城市的人。我只是簡單回應都對的，因為很容易解釋，因為你農村因為講 manpower 嘛，耕田要多人多辦事，所以生得多最重要的，什麼方法有時都次要，咁啊亂倫咪唔個大件事咯。但城市唔係啊嘛，城市個工作個性質都唔同啊嘛。佢可能覺得就係、是、即係同志戀唔啱，我哋唔好做啦咁樣。所以係有嗰個具體嘅情況唔同嘅考慮，但係都有理性啊，唔係話佢哋兩個做法都冇理性，唔係，因為你真正唔同嘅情況、唔同嘅要求、唔同做法。因為我要解釋到咧，一上帝咧用佢計劃由一半開咗民族嘛，咁當時蔬菜俾咁去發展啫。但到咁上下就已經禁止唔可以亂倫嘅啦，而且都係唔係即係點解你話同性戀而家就要唔講嘅？如果根據聖經裏邊佢講嘅喎，如果咪講就同性戀咯，佢講落去都亂倫啊！如果你講同性戀，反對啊！反對同性戀，佢以前都時代新嘅時代都係反對同性戀，都反對亂倫而家，佢新嘅時代反對亂倫而家，唔係即係你話你而家反對亂倫係嘛？反對亂倫啦，唔係啊，我已經解釋咗啦，因為初古時由，即係你講亂倫咧，就睇處境性，但係同性戀就唔使睇嘅。唔係處唔處境性問題喎，唔係關咩問題？因為點解你正經講樣嘢嚟做？點解初佢哋俾佢哋生一生第，因為神嘅計劃要用初由一本去推出萬由兩個去慢慢繁衍啊。等到咁上下就禁止啊嘛，即係新嘅時代已經禁止亂倫呢樣嘢。咁你咁講，其實已經睇到當時我需要就係要繁衍啊嘛，所以就所以嗰個，但係咁嘅時候你已經講處境性啦，咁你所以有問題咯，唔係處境性。嗱，你當時係睇邊個處境性睇啫嘛，但係神當個計劃開始就已經慢慢去即係打破答案啦。我一句答佢，你識根據聖經講上帝幾時？轉咗嗰個規矩話，哦，以後唔亂得倫啦。邊個先知喺聖經上寫出嚟俾我睇咧？冇，呢個冇。但係新嘅時代，佢新嘅時代，保羅已經反對啦。啊，咁即係保羅，即係由保羅開始係咪？係啊，佢已經對嗰咁多傳説。因為上帝嘅話語上咪同埋上帝嘅所有嘢都係透過先知去寫聖經去俾大家睇噶嘛，就唔可以係。模模糊糊咁樣，跟住如果唔係模糊，如果唔得就先知啊！所即係整本聖經度。保羅喺邊度話唔準亂倫？正式或者上帝講？直情佢鬧佢啲咁多人話佢哋話，因為當時啲人咧就有一個咧就竟然將佢繼母咧，即係佢阿爸死之後，佢將佢繼母娶咗。保羅已經就咁樣已經反對啦。就咁樣反對啊！呢個係咪一個財產嘅問題？因為點解？梗係唔係啦？因為嗱，譬如我你爸爸有六間屋，有一百個美女，反對咯，係咯。所以佢反對咯，咁我而家譬如唔係神反對咯，我贊成。但係保羅係咪？你唔係基督徒咯？保羅係咪神？哇！你真係你唔好攞神嚟講啊！因為點會先係物事即係神嘅物事啊嘛？咪啱咯。保羅係咪神咧？我發覺你係上帝嘅代表咯，每一次喺呢場我冇代表上帝，我係依件聖經教訓。O K， 我諗你而家重複觀點咧，不如會下啦，會下啦。同埋我想講一樣，根據聖經，如果真係好似一字一句咁樣解釋咧，我冇聖經得8000至10000年嘅個地球。冇啊，一但我呢個好肯定喺科學上研究出咧，聖經肯定係即係幾十萬年嘅，即係個地球存在咗或者幾十萬年咧。而家肯定唔止8000到10000年。而家好多即係如果重複咧，就會後講啦。因為好似都係重複緊觀點啊。即係唔係話一定要接受某一種睇法，咁你又唔同睇法就可以講。但係講咗又重複，就可能即係費事啦。即係如果你嘥咗啲時間啊。咁啊，你嗱，好似你話理性又要講哲學，但係哲學經常都俾人推翻嘅，咁你點處理咧？呢個上家講一套系統啫，跟住第二個只都係推翻個系統，跟住又即係你意思即係話咧，既然哲學都係咁啦，上我唔係既然係咁啊，你話理性都啱係咪？唔係，我想問你，因為你成日話哲學理性啊，以普遍性啊，咁點普遍性咧？連哲學本身經常打低自己，佢哋而家後現代主義，你又你都唔會完全接受現
就注意啦。咁你冇你，咁你話關理性，點解解成咁？即係你有冇意思，即係話哲學都非理性啦，所以我非理性。我唔係哲學非理性，就唔學喎。